这俩崽子啊，这一说要走，你看着吧，能拉你啊？回来时候咋办呢？哎呀，把那电池拿下来，看着妹妹，走走就占地形去了，有利的地形啊！一天，哎呀，你咋那样啊？是吧？我腿都插不进去，你说我咋开车吧？你说。 你说他又掉过来了，你看，那我就得有时候大腿抬着呗，那咋整？几个站子，哎呀，看着就跑的，哎呀呀呀，快喝水去，慢点跑。往哪一大车车，哎呦，你俩走着回去啊，行吗？也不咋地，咱俩水分都得给你们拿着，这孩子们，干啥呀？不能上车，这老大车，进得了吗？你俩就得跑着。 等你俩来了，来了就得走着，听着吧，车没有拉你们爹着，哎呀呀，又翻车，哎呀呀呀，又翻车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呀妈呀妈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快跑跑跑跑跑跑，一会儿歇会儿，快去跑吧，啊，跑吧去吧，光太多了。 这是走不动了，又坐车，那个往前跑，那个小妹妹能跑不了。这家伙哈着哈着哈着的，跑啥去了？你看，他上那里又掏个手套，给锅搬到车上就得了。净往里挤呢，那是。哎呀，你那快拿孩子！ 不到的一天要干啥？你说，吃饺子了？你不回去啊？啊？回来吧，别在那趴着了，那点东西没人要。别在那趴着，走吧，回去吧，吃饺了，走了，啊？快点走。 吃饭去了啊！明儿领你，你可别走啊！啊，听吗？哎，快来，帅，快来，快点！俺后边了，也不来，就在那看着车。这孩子，谁叫你也别跟他走啊！听吗？那我进屋吃饭去了啊！